从这里拆开的，把它撕下来。哦，撕下来的时候就跟这个铝箔纸一起会掉下来的，跟那个便利商店一样。你看这个鲑鱼是非常的大。大家好，我是 Masa， 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非常好吃的饭团，它叫パリパリ海苔のおにぎり，然后中文是脆脆海苔饭团。
好了，那就赶快开始吃啦。好了，那我来就把这个包装撕下来。那这个拆开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你先把后面的这个胶带拿掉。 OK， 从这里拆开的，把它撕下来。哦吼，撕下来的时候就跟这个铝箔纸一起会掉下来的。哦吼，目前很好，跟那个便利商店一样。然后接下来是你要把这个两个撕下来。像便利商店的包装的话很简单，就直接拉就可以容易掉下来，但是像这种自己做的还是会容易粘住的，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你可以旁边这样子比较好做。哦，太好了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然后直接这样子拉好。哦，太好了，那剩下就自己跟便利商店一样这样子包起来，这样就海苔就脆脆的。 OK， 终于可以吃了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虽然是非常单纯的饭团，但是中间有这么大块的鲑鱼，吃起来是非常有满足感。你看这个鲑鱼是非常的大。那如果你想要做高级版的话，中间还可以另外加入伊库拉，就是鲑鱼卵，也是很好。好了，那先这个放在旁边，然后继续吃另外一种，就是猪肉的。对吧，もう一回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这个猪肉也是非常的好吃。这次猪肉我是用味噌调味的，像这种口味是非常的下饭，所以直接装在白饭吃也是很好吃。